各位大家好，非常欢迎又来到我们微城有声书系列哦。我们今天来跟各位讲一下万教回归系列第13个小项目宇宙正法。那各位朋友在我们微城的视频上呢，事实上可以听到很多我们不同的角度方向呢，来跟各位来解天机，解这个宇宙间呢，以及人世间呢，各宗教间呢，修炼间呢，人类呢，所有的终极答案呢，类似这样的主题。事实上这样的一个背景呢，最大的背景因素呢，就是宇宙在正法这件事情。那宇宙的正法是怎么一回事呢？因为宇宙的成住坏灭，以及大家在佛经里面还好我们一般呢修道人呢也许有所耳闻呢，就是宇宙间的成住坏灭空那成住坏灭呢，现在我们的人类呢，现在不正处于这个末法末劫在什么之状呢？在这个成住坏灭的灭劫的末法时期所以人性呢，人类的整个社会现象呢在这个不只是说这个各个宗教系统呢是都已经进入末法时期所以也不容易呢看到以前觉者所传法的这些真相呢所以呢其实我们前面有提到一个万教万教皆会万教回归，万教归宗，万法归一这个概念其实也是要告诉大家，事实上这次的宇宙正法已经这样已经开始了那已经开始呢其实是让各位知道宇宙的整个庞大天体里面成住坏灭呢，它呢不是一个小范围的一个成住坏灭，小小的一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小苹果呢，一个苹果的成住坏灭，给一个太阳系的成住坏灭，给一个银河系的成住坏灭那是不一样。而且这一次的宇宙正法呢，来自宇宙更高更高更深更高的层次中的庞大天体大穹的这个所谓的成住坏灭，所以这件事情呢惊动了所有宇宙间的非常庞大很高很高层次的这些生命这些神这个过去呢都有一些生命呢为了挽救这个宇宙的一些颓坏的情形而这样层层下走也是希望呢来挽救这个宇宙不要沉住怀灭但是呢过去都很多生命进入到三界以后其实都不行他就回不去了。那我们要说到这样的这些生命呢在历史上呢各位都偶闻很多的这些生命来到这个三界里面但是三界的终极答案呢要跟各位提的就是这次的宇宙正法到底多么庞大宇宙正法的庞大呢以至于造了三界各位在预言中听到千佛灵皇万祖下界然后各种神以他形象造了人皮呢然后事实上这个过程之前呢也造了三界造了三界划定一个范围的里面呢相近类似银河系这样的范围呢在一定层次上呢我们就比拟为这样一个银河系就创作主曾经这样的描述到当然这个宇宙的结构还有更深层的那一面只是我们比喻一个比较大家能听得懂的就是银河系所以宇宙爆炸呢是真实的情形宇宙的成住坏灭到最后的时候是整个毁掉就苹果烂掉一样或爆竹爆的一样它的形式一样就是整个崩溃掉那宇宙在崩溃爆炸开来的时候呢事实上有一个时间点所以创作主很早期就看到这个庞大宇宙呢即将要成住坏灭最后的灭绝爆炸里面无量的天体无量众神无量的世界里面无量的众生创作主慈悲一念呢他就讲想要挽救这个庞大的天体中的生命力挽大穹一覆灭
所以他就这样呢，他就动了那一念呢，开始呢层层下走哈。事实上，在创世主呢也曾经描述过，其实他的正法呢，他来更新这个宇宙，其实一念之间哈，从外面看到一念之间，他已经证完法了。事实上，但是呢，宇宙间呢，时间点呢，时间呢，空间都不一样哈。在层层的能力，这能量呢，整个贯穿进来的过程，更新这宇宙过程，穿越了层。成的不可思议庞大的空间的时候，形成了非常漫长的时间的现象啊。那一直到这样啊，到人间这边呢，也就是后来呢啊，这个带着千佛灵皇万祖下界层层下走的过程里面，也是在人类的这个空间呢设立一个设立一个范围起来，就是一个设立一个三界的范围。那三界被创造就是这个原因，然后呢，众神以他形象下来呢，造人以他形象造人的皮哈，就是这个各位看到的我们自己肉身这个皮哈，但这个皮也不是那么简单哈，它其实整个三界都跟这个身体是关联在一起的。因为是要给宇宙很高层次的这些神下来穿着这身皮，所以这个皮这个身体呢不是那么简单一般人过去修炼打坐呢不管是有没有师父的这种安排，有时候个人在打坐的时候还能够有所这样有所突破不同层次的空间这个是因为一个人的根基的来历不是这一世而已所以我们今天看人也不能看人的表象当然。这创世讲，现在的人几乎都是高层宇宙高层的来的所以呢，这是非常珍贵的一件大事。那宇宙正法的天机这样的背景大概稍微跟各位交代一下，是因为宇宙整柱幻灭爆炸开来了，所以创世才讲慈悲下走，层层下走号召着这些千佛万祖一起随他下世正法那这样的天机，我们也写在一本叫《万王之王》的这个书里面的后启示录时代《万王之王》的书各位在网络上、在书店上可以买到这本书。那宇宙正法里面牵扯到最重要的，现在眼前大家面对的是人类呢，在200年前有一些科学的出现就是工业革命了，就是外星人的系统介入了介入开始呢干扰了，干扰其实干扰了人类各位看到是一个科技的发展，事实上它是为了这样，未来来。干扰这个宇宙的正法这个众神得法这特别安排一些神呢，认为人如果单纯的在这些生活环境里面呢，古老的生活环境中呢，人心还是比较朴素的，所以他故意让无神论的系统这个外星系统介入所以这个很多的预言家都看到说，哎呦不得了，在这个所有的这个近期呢，近百年里面这个近50年里面，这个很多的战争出来的时候，发现到很多外星人介入大家投胎转世了，在强占沿岸，而且这样。转世为人转世为人就是意识型意识的方式呢，投入这个身体呢，然后讲来操控的这个身体一变一这样，一变一他们的安排甚至就是所谓的去打那个国共内战当然在海外还有很多啦，还有很多啦，重点是要他讲他在人间呢，就是宇宙正法的这个创世主弥勒圣人开始弘传大法之前呢，他要布置这样万魔出动的现象那万魔出动的现象，除了在宗教界里面呢，因为末法末劫的时候很多都没办法修炼的过程，没办法真实的、真正的修炼的时候，都有波旬魔王的受记不是受记就是他本身呢，在释迦牟尼的面前，在佛的面前，讲到末法末劫，他将如何做那当然，眼前呢，我们大家很多的朋友都是非常善心的，想要在宗教间来修炼，得到一种提升。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但是呢，整个人类空间呢，这个空间末法末劫的时候，事实上生命都无心化，而且这个离这个劫者传法时间太漫长了，所以整个呢，事实上这个法的传承都断绝了都灭绝了，断绝了，只剩下呢表象的这种修炼的概念
那所以川普在人类最最最最最最败坏的时候呢，开始疯传他的话。哦，人类在最败坏的时候呢，跟各位讲过前面那个科学的东西，外星来的系统也在同时在人间整个打开来了啊，包含无神论的系统，类似这种共产主义的概念哈，无神论的系统在全球也打开哈。当然，这个整个过程全部都是怎么安排来干嘛？干扰这些的正法哈。干扰正法就是各位呢，如果今天你要突破，你要得到宇宙的根本大法，那你就要层层过关了。层层过关了，你才能跟他讲，你才能得到这部法，宇宙呢才承认你今天真的这么巨大的威德哈。所以当年的考验其实。对于这个创世主的宇宙正法来讲，考验真的是啊，这个设下的许许多多这种严重的考验哈。正法传孟摩兰就是在谈这件事情哈，所以各位呢，今天能听到微臣今天来跟各位介绍创世主、弥勒圣人也好，宇宙正法的天机也好，微臣在这一节的天机全部都是关系到各位的未来、各位的来历、各位的终极答案哈，宇宙正法的终极答案，所有宗教的最后的终极答案，事实上都在微臣这边哈解开哈。那因为微臣也是创世主的传承弟子，所以今天才有资格在这边为各位来解决天机。但是各位呢，也还是要去亲自得到宇宙的根本大法哈。创世主在人间流传下来的啊一本书呢，叫《转法轮》，他在中国大陆呢，以气功的名义呢，弘传这部大法。当年白华祖基呢，依照创世主传出来传法的时候，这些白华祖基的人打好基础了，几十年打好基础以后，也都收山回去了。啊，创世主呢，在中国大陆呢，啊，用3年的时间呢，来弘传他的宇宙根本大法的啊最根本的啊形式呢，啊，那是以气功为名呢，然后他出了一本书，主要的这本书我刚才介绍了，就是这个《转法轮》哈。那这本的《转法轮》呢，其实创世主把他的所有能力都压在其中呢。那各位在看学这份这《转法轮》的时候，自然明白呢。啊，整个宇宙修炼呢，啊，跟这个生命之间的一些关系哈。那事实上，创世主在整个一直到现在传法29周年了哈。事实上，他的啊所有海外讲法呢，事实上层层空间的很多的天机啊，陆续也在这个海外讲法中呢啊，创世主把它啊解开来了。那也出了很多的书啊啊。那这在台湾的疫情书店呢啊书籍呢。他有这个相关的这些啊，所有的出版哈，川主他的出版呢啊，都在这个疫情书籍里面。各位呢，可以在博客来呢啊，这个或是一些其他网络书店呢啊，上面书籍也好哈，垫脚石这边一样可以买得到哈，买得到这个川主的他的主要的经典、主要的书籍哈。那刚才介绍的主要的经典还是那一本哈，叫《转法轮》的书哈，《转法轮》金色的字哈啊，然后这个金。黄色的皮，这在啊繁体啊正体字来讲，我们在台湾发行的就是这样的版本，在海外的各种翻译的版本都有哈，很多国家的语言已经都有了哈。那各位呢，可以需要来上网来去易经书籍去看哦。那宇宙正法这边这么大的事情，前面我们把背景都讲过了，接下来其实要进入到哪里呢？现在宇宙的空间里都已经被正法完毕哈，所以都清理完毕了。从此就在1999年啊，7月呢，一共闭关9个月，整个来讲，来把宇宙的这个整个不好的东西呢，整个承受呢，跟更新哈。这是超乎大家想象的，所以诺查达马斯呢，他在留给人类的一个预言的书里面讲到1999年7月的这个大事情哈，他的预言书《注释记》里面就讲到这件事情，而且他留给人类就是一个复活节的这个纪念哈，希望的复活节呢，大家记得哈，500年后他当时看到是500年前，500年后呢，就是在我们现在1999年7月呢，当有一个圣人，东方的圣人 Easter 东方圣人。所以复活节为什么用 Easter 就是东方的圣人，属兔的东方圣人啊，他将干嘛啊？死而复活的将来为人类承受，而且将要为救度全球人类而准备哈。这个
法国预言家诺查达曼时期，他看到的已经是非常不可思议了。所以在近代呢，很多的预言呢，很多的预言呢，包含推背图这边的预言呢，包含近代烧饼哥哈啊，刘伯温烧饼哥这边呢，也通通和很多的预言，同时也想打开来千国灵王万族下界的天机呢，这都是为了这次宇宙正法而准备哈。事实上，各宗教大家都打了好了基础，也有天天在拜这个弥勒的哈。那当然，过去呢，因为有不同时间之下呢，所以把弥勒的修持的法门也正被抑制住了。但是今天还有很大多的很多的朋友，也就在此送了弥勒的圣号哈。但是问题是，他们都不知道弥勒已经下来了。实际上是创世主与弥勒之佛成大法啊，他以衔接第五个佛的名义呢，这样讲来衔接这个，就用弥勒的佛成全球普度哈，佛教和全球普度。那这个创世主呢，他事实上是宇宙的根本啊的主哈。所以他今天带着千国灵魂万族下界这个天机，就是眼前各位啊，各位在听围城的这个视频的时候，各位你要记住哈，你是谁，从哪里来，要去哪里，不要忘了轮回转世千万年中呢，你以不死的生命一直在轮回，每一次转世洗掉你的记忆，你在等什么，不要忘记了，就等这个宇宙根本大法。好，佛为一件大事而出现于世间，这个一大事情它延伸下来千万年来，就是为这么一件大事，就是为一件大事。那各位又有人生的时候，都是大到不可思议的殊胜，只是人间迷啊，人在最后末法末劫的时候是迷中加迷啊。他知道啊，所有这些万魔为什么出动，其实神都知道，因为创世主将在宇宙的最低的三界的人间开始要传出他的宇宙根本大法，这个宇宙根本大法殊胜到不可思议啊。一开始修就从佛的国业修起啊，这个是殊胜不可思议，所以万魔难啊，利用各种宗教系统也好，末世期的宗教系统也好，把外星来的系统，有些科学的东西呢，整个糊弄在整个人类的空间，包含这些所有的败坏的一些思想理论呢，干嘛？无神论的系统干嘛？来这样来干扰。来干扰人类的人心啊，一边以这样要这样要阻止人类来这样。来得法哈，其实所谓的主旨也不是完全是说那个概念，其实重点是要磨啊，磨练啊，磨难啊，磨练啊，磨练的人哈，你要过关斩将，要突破这个磨难，你才能够得法，宇宙在承认你这个样的威德哈。所以人世间呢，设下非常多的限定，包含三界九重天，利用层层空间的前提呢，事实上这样呢，你在修炼过程里面呢，你不管去在哪个层次的天啊，其实都不是哈，都在你自己身体在三界里面的、这个天机呢，创世主在因为开始正法已经进入到三界了哈，已经进入到人间三界了哈，所以创世主就开始解开这个三界的天机啊，整个人体的奥秘也都通通打开来了。各位要珍惜的，赶快呢去找到这部宇宙的根本大法，好，整个去深深的去讲，去理解这部法，就讲开来的天机，你会恍然大悟了。很多的宗教现在只剩下皮毛哈，很多的理论在那边绕圈子哈。我们也知道说，事实上你今天真正的一个接着传法讲法的话，那一定这样贯穿了整个宇宙天机哈，所有谜都会打开哈。各位，我知道所有人类的这些宗教，我都在早期的时候就涉猎过。我们涉猎过的这些宗教系统，发现到这些宗教根本没办法解除人类的终极答案哈，甚至人体的奥秘也是没办法弄清楚啊。也许在这个玄观社会上呢，这个典型观念好也是一样哈，都只是片面的，非常片面的。所谓的片面，就根本不知道它实质的真正的内涵哈。因为那跟你的佛国世界的修成有关系了，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名词而已。所有过去宗教的名词，在宇宙根本大法这边呢，创世大法这边的弥勒佛成大法这边是这样一目了然，实实在在告诉你人体佛道两家的修炼，宇宙间怎么去修炼，人体修成佛是怎么修成佛的，人的国位是怎么修成的，所有天机全部解开。所以宇宙的根本大法超乎大家想象，可是你今天一个根基很好的，不管你在各宗教里面已经修到多高层次了，
你今天如果不放下你宗教的东西的话，那个法子啊，会挡着你呢，去讲你得不到这部法。一个人要得这部法，其实要放下生死。放下生死就是说，你过去不管你学了多少东西，你全部都要放下。你不放下的话，你得不到法。你得了法以后，你过去所学的东西就变成你的啥？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干嘛？你让很容易进入状况，很容易理解你过去所不知道的天机。在你学的过程，你会恍然大悟，恍然大悟，恍然大悟，你会讲出天机泄尽，天机泄尽的这种的感叹啊。过去跟各位讲到这个中国有一个这个佛学会的理事啊，他今天万部佛书读了35遍哈，还有些经典都非常倒背如流，天天拜佛礼佛拜佛，做梦都在拜佛。可今天看到他唱到《壮华论》这本书的时候，手不释卷啊，买回去以后一看，天哪，看到天亮，整个把它看完以后，感慨的讲一句话。他修了修佛、拜佛、念佛、念经、念佛，这样40几年，啊、看了《壮华论》才知道自己连入门都没有啊！各位啊，连入门都没有啊！各位应该知道他的严重性啊！啊，微臣早期在涉猎各宗教里面的佛道两家的修炼里面，包含这个说的啊，这个命中修炼也好哈、啊，其实。啊，一路走过来啊，也是涉猎各宗教的系统，新兴宗教也有哈、哦，发现到一尽量没有答案哈、哦，找不到生命的根本答案哈、哦，一样没有答案。为什么会这样？末法时期如果说有答案的话哈、哦，对不起啊、哦，那就是谤佛哈、哦。末法时期的人呢，是不准知道宇宙的天机。佛法呢，在过去呢，从500年创造类似什么类似这样抉择的也好，好、哦。讲法接着讲法，一个如来讲法，他的圣法就500年，以500年后就是末法相法，是吧？好、哦，这个就是已经是没办法去真正了解了哈、哦。尤其现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那所以今天庄主今天用白话文的方式，其他的讲法呢，他的整个书内其实他讲话的过程哈、哦，他把他的能力全部压在其中了。各位在看的过程，同时在解开你身体的很多奥秘哈、哦，你层层空间的关卡，你另外空间也会变化起。来的，因为接着讲法是要动真格的，就是宇宙的正的实现哈，正的力量的实现哈，这个东西慢慢就会知道什么是法哈，法一讲出来的时候，其实就是要实现的东西哈，所以接着讲法以创造者位阶来讲，高的不可思议啊，今天他以弥勒之佛尘，也就是在人间用最低的佛尘。啊、哦，这个用佛的国位修取的法来讲，传给大家，足以这样打开大家的所有迷惑哈、哦。今天我们讲到啊，这个说宇宙正法最重要是介绍到创世主这次的正法的整个天机背景。当然，个人所知道的非常有限。那一本后启示的时代万王之王也解开了很收集了非常多很高的修炼人一路走过来的过程哈、啊，他能知道说为什么要宇宙要正法，宇宙为什么会有成住坏灭。今天各位在这里面，你的来历还包括预言中所有讲到这个所谓的圣人出世的。天机又是怎么回事啊？其实都在里面哈、啊。所以啊，除了跟各位介绍，赶快找到创世主的创世大法《壮华论》以外呢，其实跟各位介绍，你还可以补充的去从旁边去看到，啊，微臣所出了一系列的书籍哈、啊，包括这个《万王之王》、后启示时代之《万王者》，还有《修炼杂志》哈、啊，还有那个《异色九日》哈、啊。好、哦，上古神话，整个人类真实的文明史2亿年，就是为了这件事安排哈、哦。今年是2亿年的最后、最后的最后、最后、最后的最后，所以宇宙内会发生了最后的很大的变化，宇宙的更新。其实宇宙已经更新完毕，增加3界里面要更新。接下来准备进入人间哈、哦，法证人间的事情，这个很多真相就整个显露了哈、哦，神通大显的事情就打开来了。但是在这之前呢，会有大审判。现在目前大瘟疫就是大。审判，但是大审判中大觉醒，各位还能赶快来讲，来得了这部法也好，你赶快来讲，来接受这部法的信息哈，知道创造以来，好，你先把自己整个稳住下来哈，你当然根基好的，你赶快得法哈。那今天也许有一个非常大的这种反冲时期啊，就看大家的悟性哈。我们前面讲到这个道元这一篇呢，你能放下生死。你能放下生死，你就可以得到这部宇宙的根本大法，而且你真正的进入一个高层次的修炼哈。
我们今天宇宙正法呢稍微描述到这里哈，希望大家订阅这个维强的频道啊，你就可以看了更多啊，可以知道更多的天机啊。宇宙正法没有结束，我们会一直在这边为大家解天机啊，希望大家一起来哈。那维强成立一个创智大法中心啊，就是希望来弘传的宇宙的根本大法，就创智主的啊这个宇宙的根本大法。创智已经在人间哈传法29年了，他的所有的讲法其实在网络上都可以看得到，可以下载，可以免费看得到，也可以买到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天机啊！我今天先讲到这里哦，啊，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哦。正心